什么颜值不够、哦？你们才颜值不够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礼拜是什么颜值盾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这礼拜是有什么颜值盾啊？我想说，那这哦，难怪这礼拜我体验起来特别简单啊！我知道了啦！啊，看我知道原因了，有该有人在聊天室说什么？哦，这礼拜 DK 都好难，我都打不过颜值盾。官方不就跟你讲了啊？答案在 GN 里面，所以那些说很难通关的哦，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，各位。难怪我感觉这一位特别简单啊！哎、欸，你们也觉得简单吗？哎、欸，觉得简单的聊天室打个加一好不好？让我知道你也是蛮帅的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聊天室有没有很帅的人？有吗？哇，那怎么那么刚好？那么多人都那么帅是怎样？世上无丑男了，各位。靠腰啊，他这个打416，差一点可以打爆他哎、欸，好夸张哦！又更新了，我退下掉了爸爸夜神月，怎么了夜神月？发生什么事？哇，这个更新是猛的。英奇都过了啊，英奇都过合理，这个蛮简单的。鬼步地关很难过吧？真的吗？伤害不够吗？你是没有带双子还是什么吗？有双子应该也是蛮简单的啊。靠腰又没有消强化猪了啦。感谢李维的30块斗内，用玛雅应该更简单。我觉得好多关都需要强化猪哦，所以我应该带一个可以转强化猪的。那个比较好用，好难用。这关简单到洛达队也能过，真的假的？你用洛达队过吗？你认真？是认真的吗，大哥？真的假的？是韦里不是李维啊 ？Pacey， 我念错了吗？韦里。啊、真的哎、欸，还是他其实因为有时候 YouTube 的名字会倒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的后面的字在前面这样子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暗木星是不是这样？可以吧？能过吧？有效强化珠哦，可以，非常的棒。接着消六组的珠子，我们这边拉个角色珠吧。对啊，让我想起兵长哎、欸，李维兵长。不啰嗦，直接下去，还敢转星珠？敌人被附上恶魔能量，什么东西？什么恶魔能量？你是不是又在耍中二了？醒醒！160兵长，160也是蛮长的，正常人30而已，所以在笑兵长短的，好不好？自己看看自己的是多长啊？没有开玩笑的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哎、欸，其实直接开那个八龙就可以过了、欸，他那个枕头按的，4分钟速刷，各位朋友，我还解全案成就哎、欸，好爽啊！龙达队也能够，不要再嘴炮了，聊天室屁啊！龙达队，什么洛达队都可以过，你骗我的吧？哎、欸，你录影给我看好不好？